知名作家女王，欢迎她。嗨，大家好，我是女王。对，你知道我看到女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马上要变成小太监的那种感觉。女王驾到，不跪怎么行？是不是？好了，我知道女王现在很幸福，因为已经新婚一年多了。然后我知道说今天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我平常就是也很喜欢，就是做一些公益啊，想多多帮助别人。然后今天刚好这个我也有机，也是我好朋友的品牌，所以觉得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这样特别来支持一下。那我们知道说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好像刚刚在后台的时候，你已经自己先响应，然后认购了，对不对？对对对，我今天来参加的时候，我刚刚又自己又认购五组，想说那个可以自己敷面膜，也可以送给朋友这样。哇，五组面膜数量真的不少哎。对啊。所以是会跟老公一起敷吗？哦，对啊，这也是居家情趣的一种。对啊，就是我觉得男性也是需要敷面膜的、啊。是啊。那老公在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一开始很抗拒？会不会觉得哎呀，不要搞我呢？不会，我觉得男生一开始敷面膜都觉得自己很凉，会不好意思。但是敷久了之后，他自己就会想要敷了，因为会觉得说，哎，其实皮肤好，看起来就是也很漂亮。哦，所以就是男生这一款面膜不仅是男生很适用之外，女生也很爱用。对，男女都可以用。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活动，你除此之外自己认捐还加码，对不对？对对对，加码。然后我还有带一本，就是我出的新书《相信你值得幸福》，所以这五本书也是加码要送给那个幸运的买到的人这样子。哇，那我们这一次帮助的对象是小孩。对，然后听说你自己也很努力，想要拼一个老大嘛？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想要生小孩之前，要先多帮助一些小孩，他们多做点善。所以我自己平常经常会捐助一些有关于就是帮助小孩子的一些公益活动这样子。哦，那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一个也是很喜欢小孩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上台好好交交朋友。因为刚刚我在后台有听说，好像现在还没有小孩，但是经常都是玩别人的小孩。对，就是先玩别人小孩练习。然后也玩自己亲戚的小孩嘛，对，接下来要来台上这一位是专门玩自己弟弟小孩的，甚至把弟弟当成小鲜肉的一凡，耶，我们欢迎一凡。Hello， 所有的媒体以及所有的好朋友、师徒，大家午安。午安，哇塞，今天这个台上真的是很特别，你知道吗？一凡的最新专辑是走魔女的姿态，然后现在台上又站着女王。当女王对上魔女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好吧，我们可以对打啊，不是啊，那公益活动嘛哈。好了，一凡要跟大家呼吁一下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都常常跟红十字会去合作，我觉得做公益不仅能让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又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次又更棒。我自己也很爱敷面膜，所以听说我们童颜有机非常厉害，所以一定要来呼吁大家，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好面膜而且又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刚刚女王在台上就直接认购加码的捐款五组，那你自己是不是听说好像因为女王响应，你也要跟随一下？当然要响应啦，我们要一起，这个女王加魔女，这个力量才会更大。哇塞，感染整个世界，不管是黑暗暗黑版的跟那个光明版的，全都照顾到了哦。好，那我也知道说刚刚有提到小孩的部分嘛，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些人玩小孩。但是不负责照顾小孩，就例如说很可爱的时候呢，在笑的时候就会玩他，哎，哭闹就还给爸妈。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我是属于，你知道天底下爸爸妈妈不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人，姑姑才是最喜欢的人。哦、所以不管他很开心或他不开心，他都会姑姑，反正你就是做好不要骂，说来姑姑抱你，来姑姑疼你，坏人就让爸爸妈妈去做就好。所以包尿布会包好吗？小时候。另外一个小妈妈哎，当然泡牛奶啊，很简单。现在除了喂奶不行之外，其他我都对妈妈做的事情我都做过，帮她洗澡、拉屎、把尿，然后那些我都做。欢迎大家打这个专线，如果家里有紧急需要托婴服务、保姆服务啊，今天有两个，你看有女王的照顾，再加上魔女的加持，这小孩一定长得很平均，性格绝对是很平均，不会太那个，对不对？太极端。